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，嗯，就是即时翻译。不过你先把你脑中那个就是对着手机 App 讲话，然后听着很生硬机器音的画面，先把它删除掉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次深入研究的资料看下来，真正的革命，哎，不是在于翻译的更准确哦，而是在于它正变得无感。就是说，未来的翻译不是一个你还要刻意去用的工具。 它会像空气一样直接融入你的周遭环境，融入环境，诶，这个说法很棒诶，所以，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探索，大概在二零二六年前后，这些新技术会怎么彻底改变，譬如说你在国外旅行啊、吃饭，甚至是交朋友的体验。嗯哼，想象一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整个世界就好像自动切换成你的母语模式了。这就是核心概念。 五感整合，科技退到幕后，让你专心在体验本身。而且这一切是从你踏出机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嗯，我们就从旅程的第一站开始吧。机场这里通常是语言隔阂，第一个给你下马威的地方。真的，拖着行李，然后看到满墙看不懂的字，那种茫然感。对，但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，你走向那个航班资讯看板。 就在你靠近的那个瞬间，上面的字刷一下，全部变成了你最熟悉的繁体中文。而且不只是你，你旁边经过的日本人，他看到的就是日文；然后德国人看到的就是德文。等等，所以这是为每个人刻制化的。对，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生物辨识个人化语言看板。它背后的概念是把机场的物联网，也就是 IOT 摄影机，跟你手机里的数位身份。 做一个瞬间的连接，像是 Apple ID 或 Google Wallet 这种。正是如此，所以它在你走过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你是谁，习惯用什么语言了。哇哦 <Wow>！它消除的不只是语言障碍，更是一种身为局外人的根本焦虑感，让你从抵达的第一秒钟就感觉这个陌生的环境是为你服务的，而不是我在辛苦地去适应它。没错，资料里有提到，杜拜和法兰克福机场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出行系统在测试了。 哦，这听起来太棒了。可是要让全世界的机虫都做到这一点，应该不只是装几个摄影机这么简单吧？当然，这里面有两个呃巨大的挑战。第一个是硬体，这对基础设施的数位化程度要求非常高。嗯，但更棘手的是第二点，隐私啊。果然，为了辨识你，系统必须处理你的生物特征数据。 这会直接对上像是欧盟的 GDPR，也就是全球最严格的个资法规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所以科技公司跟机场就得在这条线上跳一场很难的探沟，对不对？又要方便，又不能侵犯你的隐私。没错，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漫长的，就是科技与法规的博弈。如何做到既懂你又尊重你，是这项技术能不能普及的关键。 嗯，了解。所以视觉上的看板问题解决了，但机场里最让人焦虑的，常常不是你看到的，是你听不懂的。我完全懂。我永远记得有一次在罗马的地铁站，广播叽里呱啦讲了一堆，然后所有本地人都冲向另外一个月台，只剩我跟几个观光客愣在原地。那种被世界抛下的感觉真的很糟。对，而你提到的这个痛点，正是下一项技术要解决的目标。 能听懂环境广播的智慧耳机，嗯，就是针对这个来的。像是我们现在戴的 AirPods 或 PixelBuds 吗？他们要怎么在那么吵的环境下还能听懂广播？未来的智慧耳机。 会内建更强大的 AI 晶片，运行一种叫做盲源分离的技术。盲源分离，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就像一个顶尖的音控师，在一场很吵的交响乐中，能精准的把小提琴的声音单独抽出来，然后把其他乐器的音量都调低。所以说，我的耳机可以自动过滤掉旁边的人聊天、行李箱滚轮的声音，只把前往东京的列车将更换月台。 及时翻译，然后清楚地送到我耳中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现实总比理想要复杂。在声音重叠很严重的真实环境下，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度，呃，依然非常困难。嗯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隐性的问题：语言的公平性。语言的公平性，这跟翻译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可大了。你想想，这些 AI 模型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。 对于英语、中文这种主流语言，数据很多，翻译效果当然好。对。那对于那些使用者比较少的稀有语言，就是所谓的长尾语言，AI 能学的资料就少得多，那翻译的准确率可能就会大幅下降。哦，所以我懂了，这等于是说，这项科技带来的便利可能无法平等的惠及每一个人。没错。 这是目前所有语音 AI 需要共同去突破的瓶颈。这倒是个我没想过的层面呢。科技的进步竟然也可能加剧数位世界里的语言不平等。好，那聊完了旅途中的体验，接着来看看这些技术会怎么重新定义我们的用餐与社交。嗯，这部分有个功能，我个人觉得是今天所有讨论里最酷的——保留个人语气的声纹复制翻译。啊，这个确实是个巨大的跃进。 因为它终于碰触到沟通的核心了——情绪。对，过去的机器翻译就算再准，也只是在传递资讯，而不是情感。完全正确。未来的翻译不再是死板的机器音。资料里提到，新一代的语音转语音技术就是 S2ST，能在低于三秒的延迟内，用你自己的声音、语气和情感。 说出外语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国外的餐厅，如果只是用平淡的机器音说“我的牛排五分熟”，嗯，跟用你自己的声音，带着一点期待的语气说出同样的内容，服务生接收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没错。或者更极端的状况，当你着急的对服务生说“麻烦快一点，我赶时间 ”，AI 会用你的声音复制出那种急促感来传达。是。 资料也提到，这在紧急求救，比如打一一九或九一一的时候，更能精准传达你情绪的强度。那个 Google Germany 和字节跳动的 Seed Life Interpret 2.0，据说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。哎，不过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太完美了吧？的确，这项技术其实是在玩一场非常高难度的平衡游戏。天秤的两端，一边是翻译的准确度。 另一边是对话的及时性哦，怎么说？为了追求极低的延迟，比如说三秒内，AI 必须在你话说到一半时就开始翻。嗯哼。但这样一来，它就可能因为缺乏完整的上下文，就是 context，而造成误判。就像一个太心急的口译员，你话还没讲完，他就抢着翻，结果反而会错意。我懂了，但如果为了准确，等我整句话都说完再翻，那整个对话节奏就很卡，一点也不自然。 正是如此，所以如何在快跟准之间找到那个完美的甜蜜点，是最大的技术挑战。嗯，而且这还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信任问题。当一个 AI 能完美模仿你的声音、看情绪时，它在诈骗或制造假讯息上的潜力，可能远比它在旅游上的便利带来更大的风险。等于我们在打造一个完美的数位分身，却还没想好它的监管方式。是的。 这真的是一把双面刃。好，聊完声音，我们来看看视觉上的互动。下一个主题是 A R 多模态透视菜单与健康警示。这听起来就像是把科幻电影搬到现实了。这个应用非常务实啦，它解决的是一个很具体的痛点。在国外点餐，就像在玩踩地雷一样。真的，你只能看着菜单上那些完全看不懂的字，然后凭运气乱指一个。 但有了这个技术，你可以用智慧眼镜，像是 Meta 的 Ray Ban，或直接用手机镜头扫描菜单。嗯，下一秒，不只是文字被翻译成中文，菜单上还会直接叠加这道菜的 3D 立体图片，实现了真正的所见即所得。但更有趣的是，它如何跟你的个人数据结合？对，这就是那个 aha moment。AI 会去读取你手机里的健康 App，比如说 Apple Health。 然后在菜单上自动帮你标出哪些菜含有你过敏的食材。没错，假设你对花生过敏，那道宫保鸡丁旁边就会亮起一个红色的警告标志。这等于是把你的个人健康助理无缝的整合进你的点餐体验。但这也让我好奇，当 AI 开始帮你过滤这个世界时，它会不会过度干预你的体验？ 哦，这很有趣。你觉得可能会怎么干预？比如说，AI 可能会因为你的健康数据显示你最近胆固醇偏高，就主动不推荐你尝试一道当地经典但稍显油腻的美食。嗯，从健康角度看，它很贴心；但从旅行的角度看，这是不是也剥夺了你在 ET 探索和放纵的乐趣？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们究竟是想要一个保姆，还是一个向导？ 这两者之间有很微妙的界限，对，而且要实现这个功能，技术上应该也不容易吧？非常不容易，它需要同时处理视觉辨识、大型语言模型翻译，还有你的个人健康数据库。这对穿戴装置晶片的及时反应速度要求极高，而且还很耗电。对，持续开着相机和 AI 运算，对电力的消耗是个巨大的考验。你可能没办法在整个晚餐过程中都开着这个功能。 你的眼技或手机可能很快就没电了。好的，那点餐问题解决了。接下来是更复杂的社交场景，在国外参加一场多人餐会或商务会议，最头痛的就是大家七嘴八舌。没错，就算有翻译，你也很难分辨到底是谁说了什么，对话非常混乱。你会完全失去对话的脉络和现场的气氛，只能被动地接收一连串混在一起的资讯。是。而最后这项应用。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具备空间感的多人社交翻译。诶、哎，这个我很有兴趣。未来的智慧耳机将配备多麦克风阵列，能够辨识出房间里不同方位的发言者。所以它不止翻译说了什么，跟告诉你是谁在哪个方位说的。完全正确。所以在翻译之后，它会保留发言者声音的空间方向感，再播放给你听，你就能清晰的分辨。哦。 刚刚那个反对意见是从右前方那位穿蓝色西装的先生那边来的，或是左边那位女士在在补充说明。对，这项技术的价值在于它大幅提升了社交互动的自然度，还有沉浸感。嗯哼，它让你不再只是个听众，而是能真正融入一个多语言的对话环境。对于需要察言观色、理解现场权力关系的跨国商务会议来说，这绝对是革命性的改变。哈哈。 你终于可以搞清楚会议室里到底是谁在附和老板，谁又在唱反调了。这真的很实用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惊人的应用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很明显，未来的即时翻译它不再是一本冷冰冰的电子字典。嗯。 资料里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，它更像是一位透明的在地管家，或是隐形的在地导游。一个平时就待在你的耳机和眼镜里，完全不打扰你。但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他会立刻现身，用你的声音帮你点餐，在你耳边轻声解释车站广告，甚至在你开口前就提醒你当地的文化礼仪，像是该不该用敬语或要不要付小费。没错。 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实现呢、哦，其实是依赖两个非常关键的呃底层技术突破。是哪两个？第一个突破是载体的转移，翻译这个功能正快速的从你必须一直拿在手上的手机，转移到智慧眼镜和耳机这类免持式的穿戴装置上。 这彻底解放了你的双手，也让互动变得更自然、更沉浸。你终于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，而不是尴尬地盯着手机荧幕了。没错，那第二个突破呢？第二个突破则是强大的离线运算能力。依靠现在装置内建的 NPU，也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器晶片，大部分的翻译工作都可以在你的装置上直接完成，不用上传到云端。对，这带来两个巨大的好处。 第一，就算在飞机上或网络讯号不好的地方，翻译依然能稳定运作。哦，这很重要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对话、你的声音都留在了你自己的装置里，这极大地保障了个人隐私。听起来前景一片光明，但回顾我们今天的讨论，似乎每一项美好的应用背后都跟着一个挑战。的确如此。 所有这些应用都共同面临着几个难以回避的课题：在处理个人生物特征时，如何平衡便利与隐私？嗯 穿戴装置有限的电池续航力，如何支撑强大的 AI 运算？还有最重要的，以及最重要的，AI 始终难以完全复制人类所能提供的共情能力与细腻的文化温度。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们看到，即使翻译的未来是关于消除隔阂与深度整合，它将变得无形却又无所不在。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能更自然、更有自信地去探索这个多元的世界。 而这也引导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我想留给你，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思考。当这些翻译技术变得如此无缝、如此个人化，它能完美复制我们的声音和语气，还能根据我们的健康数据主动发出警告时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：沟通的主体究竟还是我们自己，还是那个越来越懂我们的 AI 助理？ 当科技的辅助变得完全隐形时，我们自身的能力与 AI 辅助之间的界限又将在哪里？